我第一次穿到灰色这么瘦的。来，因为灰色老实说都会变得很胖，但是我穿这件灰色我觉得超瘦，而且长度非常棒，完全不需要穿内着了，你只要穿好无痕内裤，不要再穿短裤了，除非你是170公分以上，我们再考虑穿短裤，170公分以下通通不要再给我加裤子了，它就是洋装的长度，而且呢你看得到都弹，重点是它没有粘在我的身上，好，所以它不是小件的洋装。这件衣服非常棒，它直接帮你把特色做好了，你穿下去就长这样。然后呢，还是一样选用高弹的这个肩带给大家。手袖有没有看到？完全不紧，所以肉肉的粉丝你们也都可以，也都可以哦。这种衬衫呢、在洋装就非常派上用场了，因为呢它有领子，它有领子，所以这样简简单单的搭下来就会非常好看。你也可以上肩，因为我帮大家做肩线。有帮大家做肩线，看到了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不喜欢挖肩的人，这件呢、我平常穿搭带小朋友上学，我就没有让它掉下来了，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黑色就是瘦的要命，没有贴在我身上，所以对于 S 号来穿其实不算紧身。